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款我的对象目标检测的视频哦。今天我这个视频采用的游戏是1993年超级任天堂公司出品的快打旋风2啊。在这个里面我仅仅检测了一个对象。前几期我给您分享的视频都是检测多个对象，对吧？今天呢我仅仅检测一个对象，然后呢试一下我的这个模型，看看建的怎么样。好，那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。 Let's go。这个地方我是想停一下啊，大家请看这画面，这画面是显得上面是一个中国国旗是吧，下面写的是香港，说明1993年出品的这款游戏就说明他就知道香港是中国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咱们继续啊， GO。